专业的游戏介绍，因为我自己啊就是买了那个 PS4， 所以我是一个玩家的身份，我要来这边看有什么好玩的游戏，有什么新的很酷的，所以我今天第一站我就直奔这边是 PlayStation VR 的摊位。你看到我后面其实很多这样一格一格的，他们全部都是包厢。告诉大家这边有几个包厢？40个。很多款游戏，而且每一个包厢呢都会有一个 SG 在旁边帮你解说跟指导，所以话不多说，赶快带我去试玩，走走走走。可能只是你就是前面看到就像荧幕一样而已，它是你整个世界。我刚刚一直在绕，是360度，这个叫怎么样？要怎么形容它那个环境是怎样？它是虚拟实境，然后它就是在你身边这样 stand by you 这样。刚刚那个女生离我超近，太惊人了。我玩完了这一款之后，我还要再去绕别的，赶快把握时间。交女友的游戏，跟一个好可怕的游戏，两个体验完了。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这一次我非常想买，但是还没有贩售，可是可以在电玩展抢先试玩的游戏。我要去了，拜拜拜拜。我跟你说，2016年我最想要的游戏就是这个《进击的巨人》。你知道我就是买了 PS4 之后啊，我就立刻问说，这节巨人现在买得到吗？可以买了吗？就是还没有贩售，但是这次电玩展是可以抢先试玩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来这边报道，然后我现在可以开始体验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开始体验了，请不要打扰我，我是一个玩家，我不是主持人。巨人之前呢，要先组队。我找不到我的队友。啊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。我终于找到巨人，然后杀了一个巨人。虽然有点艰辛，可是画面上那个巨人真的很有震撼力耶，他真的就跟我们在卡通看到的一模模一样样。好的，进击的巨人。希望下次我拥有它的时候，我可以变得很强。现在这个阶段呢，以勋加入我们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要再次声明，我们真的都不是来工作，都是在玩的。赶快参与卡，哎，都排很久哎。真的吗？所以假借工作名义正式玩。不行，播出去会被骂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是生死格斗沙滩排球，但是听说。你知道我觉得刚刚很没水准的一件事情就是啊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说你一定要来体验，要来体验，然后我们说哦，好好好，那要体验什么？写真模式啊？你觉得我没有兴趣吗？哈，但是听说很精彩，我觉得他们 OK， 可能他们公器私用，然后叫我们来就是他们顺便看选照片给他们看，所以先进去好了，先进去。好像说这是主角的。哦，这个，哎，也太多角色，好多泳衣啊。我要选他，这是天堂啊！对啊，啊，等一下，太刺激了！你可以选角度帮他拍照哎，我还可以 zooming， 哦，难怪你们要我们来试玩，没有，好像还可以选泳衣哦，来选，这件很正常啊，女仆比基，是蕾丝。
这个好酷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要选一个我们一辈子都不能穿的，应该就是这一款。这个就是这个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选那个。我们选那个大小奶，选大小奶。好酷哦！你可以抓那个。我可以。哦哦，哎，它糊掉，对焦。所以，然后我要遵命。哎，这张可以再美一点，再美一点。我觉得太过分。再美一点，再美一点。等一下。哦，你看头发有飘逸的感觉。这太过分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啊？就是选你要的泳衣，然后帮他拍照，而且你可以捕捉你想要的任何角度跟一瞬间，这还不错，是可以满足你梦想的一个游戏。你们这过分的人类，你们自己来体验啊！走，杀掉他们比起好不好？列王的纷争，好像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好意思，结果为什么？你看，因为来看展最重要的就是 SG 了。真的，除了游戏以外，重点就是众家美女。对，而且虽然你跟人家长很像，但人家是正牌的外国人，穿很厉害的服装。拍照整个场景也都很棒，大家赶快来电玩展找美。